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曾伟老师。今天是7月9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709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会代表什么呢？请大家来看一下。如果你的号码当中有709这样的数字，79代表的是五鬼，五鬼中间带零呢，代表你这个人呢是非常的聪明，但是呢很可惜被零空掉，所以呢你的聪明只是小聪明，容易呢用一些不法的手段或者是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你的目的。那709呢，在婚姻方面是非常容易有这个一夜情、地下情、三角恋之类的，容易因为这个地下情或者是一夜情影响婚姻。但是呢你的一夜情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，拥有这样的一组数字，很容易有心脏血液方面的问题，睡眠不好，失眠多梦头晕，所以呢很容易有这个心脏开刀、心血管、心脑血管之类的一些疾病。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，欢迎参加我们每个周二和周五的免费讲座。